来源都市现场综合头条新闻转载，请注明来源。1月11日，江苏高邮一家超市开业，为吸引人气推出带会员卡和宣传页，可免费领取6枚鸡蛋的活动，吸引了数百位老人大早就来排队，导致人满为患，开门仅几分钟超市不得不暂时关闭大门。随后记者对现场的顾客进行了采访，一大姐表示，超市宣传单上写了开业送鸡蛋，早上7点多就过来等了。记者在现场看到，至少有百名顾客在超市门口等待超市开门，而且很多顾客是一大早就过来排队。超市之后开门，数百名顾客蜂拥而入，前面一批顾客每人领到了6个鸡蛋，但是不到几分钟就超市就紧急关门了。没拿到鸡蛋的大妈表示，超市昨天发的宣传单要顾客今天来办会员，免费办会员卡才可以领取鸡蛋，可是今天又不办卡，凭单页又领不到鸡蛋，什么用也没有，白白排队。之后记者对拿到鸡蛋的人进行采访，大爷表示，我拿到了，但是首先超市态度就不对，宣传单上写了今天搞活动，等了那么久人都来了，现在东西又没有，宣传了人也都来了，现在说东西没了，开什么超市？超市表示没办法，大门才开几分钟，但是人一下太多了。